也有这个基隆的学长，基隆的学长，基隆的观光客两个，对对，可以大家对我们说你对我们的爱。如果都不喜欢的话，你就对你旁边爱的人说表达你的爱这样子。啊，真的没有人的话，就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唱歌哦，来哦。虽然是阿雷拿来跟他太太求婚的歌曲，但是我一直觉得，就是这首歌在讲的说，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什么事情、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时刻才对你最重要的？那希望，很希望，现在此刻你已经拥有那个最重要的一刻。对，然后，下首歌是写一首关于回。